大家好，我从 A 到每日一 A 的时候了，对的，对，等一下哈，我要来护唇膏一下。小媒体的，我这已经用了几十上百罐了吧？但从我19岁的时候就开始用小媒体的，对，19岁的时候，哎，我都要20年嘞。所以上百罐是应该要有的。好，然后那今天的话就是我昨天啊，就是去那个顶好，因为其实我们家这边有2间顶好，所以我常常都是去顶好买东西，因为实在太方便，而且它24小时，然后还有生鲜，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东西，比 Seven 卖的东西还要多嘛，对不对？然后又离我家比较近，对。所以的话就是我很常去顶好买东西。好，那我去顶好买东西的话，就是我昨天是买这个明治的巧克力，然后它是奶油口味的，对。那其实我没有吃过奶油口味的，所以就是还蛮好奇的。好，然后再来的话是买这个森之果物的智利特大葡萄干加蔓越莓，那它的成分的话是葡萄干、葵瓜籽油、蔓越莓跟糖，所以的话它的就是它的里面的成分很单纯。好 OK，然后它上面是写说它是有那个全世界最健康、污染最少的葡萄园，所以我就是试试看。因为其实我不敢吃就是葡萄，其实只要是铁质含量很高的东西我都不敢吃，例如说牛肉，例如说葡萄，这东西我都不敢吃。对，那但是牛肉干或者是就是葡萄干的话我敢吃，就是说铁味很明显的东西我都不敢吃。然后所以只要例如说鸡肉它没有全部煮熟，例如切开来看，看到外面是整个白的，但是切开来看到里面骨头是红的那种，我也不敢吃。只要有一点点的生肉或者是血的味道的东西我都不敢吃。对，那他们做成例如说牛肉干或者是就是葡萄干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能有就是没熟的时候，所以就是我就敢吃了。对，那里面还有蔓越莓嘛，女生要多吃蔓越莓，这是不用再多说的。对，好，我今天不会试吃因为我要先把它拿去摆。好，以上结束。